骑乘计划的规定，所以我们有些路段一定得坐车。是，所以他就特别安排了一些，就但是我们也得去争取那个乘车券，因为它上面有写我们有任务了，有任务得达成才能坐车，有一些奖励机制。重点是他有他有附三张乘车券，我们只用掉两张而已。哇塞，那有一张等下可以用啊？有一张，但是做八结嘞，我们很八结，我们很八结嘞。就是，那你有跟你有跟你女儿说你去干嘛吗？因为离开家里这么久哎。有，他知道我去上班。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我去上那么久的班，他明天晚上就知道了。他明天晚上就会知道。好的，明天晚上九点就可以先看，十点再看一次，对不对？对连续看两次。连续看两次，好，那因为你们三位已经录影录了超过一个月的时间，默契变得好一点点了吧？真的吗？确实，确实不知道。我们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默契大考验。好，我们稍微分开一点点，因为怕你们偷看大家的答案。好，第一题非常非常简单哦，请问西班牙朝圣之路总共有几条呢？好，啊，刚刚那个片花有讲到哎，这已经不是默契问题，是他刚刚人没有在现场，有没有专心的问题？对。刚刚片花广众，然后第一句话就有讲哈，好来，等一下，一到十选一个好不好？一到十选一个，对，我其实没有讲话，来，请问到底有几条呢？三二一，多少？七条，就是我写十，他不就一到十吗？选一个，哎。答案得跳脱框架，跳脱思维啊！太跳了。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了。你再看一下这个什么答案，很多条。欸，没有，我跟你讲是真的，因为古时候是说快塞是不是？没有，因为古时候大家没有 Google Map， 所以大家根本不知道要是哪一条。所以其实因为这条路已经存在了一千年左右。OK， 对，所以其实真的，我觉得这是无限条真的答案。对，没错。你看被他圆回来，他的真的啦，这个是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刚刚里面你有跟我们说有七条。对，我是真，我是根据里面，因为那是导演的。广州，真的。其实你们是不是没有仔细看我的答案？我是十二节目，大家看到吗？大家都没有看到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下一题。下一题，没有人要理你。好，第二题，请问三个人呢、啊，分别在西班牙朝圣之路哭了几次？所以我们要选三个，对对对，广众哭几次，美丽哭几次，还有玉玺哭几次这样子。因为其实三个大男孩，其实不确定会不会走到流泪，因为刚刚片花还没有看到到底有没有那么辛苦。可是我记得之前看三位的脸书就有 po 一些那种脚趾头破皮啊、流血的照片啊什么的，所以好奇说到底三个人在录的过程中有没有真的哭呢？还是因为太想要吃那个台湾的麻辣锅？到底好写完了吗？写完了。好，我们等一下。所以我们只要写他们，我只要写他们俩。你要写自己本人。也要。哦。你太多字，你在写论文。我写三个人。你一定答案一定是乱写。我觉得你答案一定是乱写。没有，很多很认真。好。就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录到哭，因为还有一些漏网花絮的。来，三二一。我这边是我是零次啊。哎，我猜到了。哎呦，广众应该是三次，然后美丽两次。哦，那我自己多放。哎，你干嘛动作哭？真的，我看到他三次，所以他三次都被我看到。你看到三次？真的？真的假的？哪三次？有一次在山上，在山上，山上一次嘛。有一次在，然后有一次车上一次，吃车上跟吃饭。哦，对，车上也是。哦，好，那你们印象最深刻哪一次哭的是最惨，真的忍不住？我觉得这可以前情提要一下，因为其实我们在出发之前的前几天嘛。前一周吧，前一周，我们是六月中出发，美丽的阿公就离开了，对对，然后那时候路上发现超多神奇的景象，所以我们第一天就哭了，对啊，第一天先哭，第一天在那个庇牛山山上，然后他就说，哎，我觉得阿公有跟我们一起走，因为前面有一只蝴蝶一直，对对对，一直跟着他，然后他讲完，天上就飞过一只超级爆炸大的一个包什么东西，那个前面是卢广仲说，哦，所以要感谢阿公手一直。超大的鸟飞过来，伴随这个声音，对，然后我们俩就，然后姑姑就出现了，真的就哭了，就是会有一种很神灵，就是真的有一种阿公陪你一起走，有真的有，真的有，有。那这么感人，玉玺也都没哭，他理性爆哎，他理性，我算是一个真的比较冷血的人，就是我会替他们开心或感动这样子，但是我对比较少会有这样的。眼泪这种东西跑出来哦，有一个可以提到，就我讲一下，
就是没有拍到，是我们在忘记是哪一天在休息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一个阿公阿嬷，那个我特别跟摄影老师说不要拍，因为那个阿嬷就那个阿嬷好像是中风，就躺在那边，就有点失能的状态，然后坐在轮椅，然后那阿公就是在亲他，就是抱抱他，亲亲他，然后喂他喝水。我看的时候就想说，哇塞，怎么这个样子？然后广众转头看到我，他说你为什么要哭？然后我就说你看旁边，然后就广众就，他们两个在那边哭啊，我就负责递卫生纸，然后林夕说好了啦，不要哭了。所以有很多感性的小片段，有。那广众哭三次是不是？我忘了，我觉得因为我很容易哭，所以我就。可是美丽对你哭的次数很有印象啊，确定三次。我也是前三次啊，基本上我有哭，他就有哭。第三次是大哭，他只要看到美丽哭，他就会哭。对。然后他自己也有被，他自己也会突然哭。你们哪一次真的是哭最惨？是在哭啊！真的在哭，然后就是在哭，他是在考。这件事我问你们，你们是在哭吗？觉得哪一次是在哭最惨的一次啊？你有印象吗？我比较傻眼的是他进一个教堂哦，对，餐厅，对，哭最惨，餐厅那个人哭半小时。那次发生什么事情可以跟我们透露一点点？那个真的太难讲，很灵异。因为我这一生没有这样过，就是反正我们在那个餐厅，它是一个米其林餐厅，所以我们要介绍一些那个餐点这样。对对对。然后我们吃完之后，那个有一个胖厨师，就是刚做门，你要强调他是胖厨师，就做我们刚才的那个胖厨师从那个厨房走出来，然后看到胖就会哭，我就吃完那个西班牙火腿，这样一抬头看到胖厨师，跟他对到眼之后，我就哭了半个小时，不是因为东西太好吃，东西是好吃，可是我哭，是不是很傻眼？而且他就不讲，他就一个人一直拿卫生纸在擦，为什么？我们看到的时候，他还笑笑这样，然后眼泪还是一直掉一直掉。我想说，你是不是心里有问题？那个胖厨师做了什么事啊？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曾经看过他，而且我以前认识他，就他对他有很熟悉的感觉。然后我跟他约在，因为我们去的那个城镇叫 Burgos， 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，也是千年以上的古城。嗯。就是会有一种，我跟你以前就约在这边，然后我现在回来找你了。哦，他那时候有讲，然后我跟你一起说，呸，我也不信。你们算是很认清现实的人呢。好，下一题，下一题。来，请问谁最娇生惯养？谁最娇生惯养？就是可能过程中你就觉得，哇，他怎么连这个也受不了啊？这个也受不了。这个怎么也有问题呀、啊？我好像知道你要讲什么。我知道谁最娇生惯养。来，到底谁是真的是只能生活在都市里面？哎。好，美丽写完了吗？来了。好，3、2、1。我也是写我了。你还好吧？我毛病很多啊。哦、我没毛病，你是没有对没有毛病。欸、你很会画画、欸，当然啦、啊，对不对？四笔画都画出没有，你到时候去看就知道了。整个影片里面一直在改，说我要回家，我不要走。那都是因为你胖啊。我跟你讲，他会哭哦。你要胖胖，他会哭哦。那我是因为就是我一直有，就是比如说我大家要一直提醒我不要再抓痒了，然后不要再，因为我会一直把自己抓到流血。因为我后面走在他旁边哦，他这个抓到我，就想给他扇出一遍。我说麦公鸟，麦公鸟，你知道不？你鬼脸都傲嘟嘟的，因为他不舒服，所以要抓痒嘛。他在一抓，他脸就会流血，因为他那时候因为那边空气很干，然后一抓流血，直接整个脸红彤彤，他好像偷吃草莓果酱。其实晚上睡在庇护所，我听到的声音其实很惊悚，你就可以知道晚上庇护所里面会有他的打呼声，加上他抓。哦，抓到感觉破皮了。因为我觉得他可能睡着，他不知道。对，我完全不知道。所以我会听到像，然后你说我还会磨牙，哇，很惊悚，就是有嗨的，他会磨牙，他会像，我想哇，这个牙齿可以发出这种声音的，我没有，很像电吉他那种，你知道很破音。真的，不是重点是，我就想以后要录那个录音需要电吉他的时候，可以找他磨牙，找他来睡觉，对，睡一睡，找他来睡觉，真的。晚上很精彩耶，是谁？晚上我很精彩。对啊，他是最好的观众，因为我真的他很辛苦哎，不能停下来，很难睡。对，他很浅眠了，他只要美丽一翻身或我一翻身，他就会醒来。可是广东答案是没有人，没有人，因为其实我觉得
我觉得大家都还好，而且其实我们我可以说整个团队都没有这样的人，因为是你看像摄影师，摄影大哥特别的辛苦，他要跟我们三个，然后走这么远的路，然后他要扛他的机器，所以这真的是一个这个有血有泪的，是的一个节目，确实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真的真的很棒的。好，来最后一题，最后一题还有最后一题的啦，我已经省略中间六题了啊，辛苦了。最后一题，如果这一趟朝圣之路啊，如果少了什么东西，你觉得自己坚持不下去，就是说少了广壮，还是少了勇气，或者是少了投期款吗？就少了什么样的东西，就觉得哇，中间真的一度想要放弃这件事情。少了什么东西？就到底少了什么事情？我们聊一些感性的事，好不好？因为毕竟我们真的之前看你们在 po 文的时候，想说哇，真的好辛苦，好辛苦，没想到真的走完了，然后回来了这样子。他主持人有说讲点感性的事哦。我你那个标志很大。好了，就先给大家看。可以了。你再补充啊，你再补充。三二一，干什么？这个感性，全程都在录影，感性的事，全程都在录影，这个绝对今天新闻会上。干什么？这应该是大家第一次听到广东讲这句话。好，没事没事，我就当没发生。我笑死，反正完了！你开始拉出磨玻璃的声音了。来看一下我们三个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答案。好，旅伴了，玉玺是写旅伴，跟大哥是一样的。广东是写要有兄弟们的存在。那美丽的答案是，我比较实际。哎，那是去抓摩机，我们要怎么走？对不对？你想一下，这一条如果没有钱。对不对？没有节目牌，我们怎么有办法来走？我们没有彼此，也没办法走啊。对呀、啊，谁像你这样想啊？我就是这样想。所以有钱你一个人走也 OK。没有，有钱还要有伴，娇生惯养。所以还要有车，还要有车，还要冷气啊，住饭店。所以过程中你们真的有给彼此很大的支持吗？我觉得对我来说，那个大哥一直走在前面是我蛮强的一个动力。就是 后面有几段我看不到他的时候，我真的就会很想要休息。但我看到他一直可以往前走，然后或者是看到美丽在后面也没有停下来，我就会有那个动力。然后在休息的地方，我们也会讨论，因为我们很长时间是各自走嘛，所以也会互相聊彼此看到的事情，然后遇到的东西。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说蛮重要的，蛮重的，你是骂完三个人，骂完什么都没了，觉得等一下怎么办？兄弟吗？就刚刚讲，我脑中就浮现我们在走路的画面，真的，果然，对，我觉得这是一段很珍贵的的人生体验，对，然后可以在这个我想走的路上，然后认识这两位以及整个团队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是用钱买不到的啦。对，一个缘分啊。啊，我还是太市侩了。对呀、啊。好了，我们把这个板子收起来，不要聊那么市侩的事情了。好，市侩的是我啊。好，最后因为我们节目其实明天晚上就要播出了，晚上9:10都会正式首播。想问一下，如果说这个节目真的很幸运，我们可以破1的话，我们三位各自来许个愿望好了，可以来做些什么事情来答谢我们的观众朋友？美丽先好了。我就是，如果是这样啦，我希望，我觉得他们两个也会同意，就是如果真的破1，我们就留广仲的发型，可以，但我们是需要一点时间。我太久了，你要很一辈子的时间呢，有可能还找不到。等一下，太真诚了。破1要干嘛啦？对啦，你们不要一直在那边乱讲。我们场地租借时间有限。好，如果破1的话，我就想说可以跟，就找一天找两位，还有找观众们一起跟我们一起走一条，在这台北可以走20公里的路。哇，怎么样？观众有想要来吗？相信你们会同意，相信你们会同意吧？20公里还好吧？对，因为是朝圣之路嘛，所以我觉得跟观众一起走可能又是不一样的感觉。那你觉得走哪里到哪里比较好？都可以啊，二十公里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，我觉得可以，可能可以提供观众一种
想要向往健康，并且一种有一种辽阔的世界视野。是，然后所以如果可以跟观众然后有朋友一起去走一段路，然后带给大家一种对健康的生活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响应。不错不错不错，嗯。预习有什么想要破亿的愿望许下？因为明天就要首播了，明天晚上9点在亚洲旅游台，10点在东森综合台。嗯，我觉得美丽刚才讲的那个不错啊，就这样吧。就跟着大家一起，还是加上去变40公里？哎，好好想哦，不要再加了，破2好了，破2在40公里，不然就是我们破一就是20公里嘛，那破二我们就走垂直的。走，我们爬101这样子。我跟你讲，我只有办法走平面。如果我刚刚在后面讲过走立体，我会直接跟你翻脸。真的不要走立体的，拜托。走啦，破二哎、欸，好破二爬。好，那我们就讲好了，破一是平面的20公里，破二我们就走立体的。对，好啊，青菜啊。啊，这次有神车券吗？整体卷，整体卷。好，反正就请观众朋友明天开始要准时锁定啦。每个礼拜六晚上9点在亚洲旅游台，10点会在东森综合台。谢谢大家。好，那我们邀请我们的非常非常重要的长官伙伴一起来，他还先跟三位主持人拍照。首先我们邀请文策会代表，还有呢亚洲电视，还有呢再来是东森媒体业务部总部，我们七位长官一起来到台前，我们跟玉玺广众还有美丽拍照。那我们帮你收一下麦克风。然后拍完长官的合照，我们就拍三位主持人。三位主持人之后就换单拍，单拍完之后呢，就电子媒体联发。好，来，1、2、3。好，从中间开始。开一点。好，左边。全部走同一个方向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对，右手泰山，对，右手，右手左脚，好不好？对，定格哦，要定住啊，腿要泰山。右手跟左脚。一起，手再出来一点，后面那个。这个好正，核心。好，来，3、2，来举脚。OK。好，来看右边，用视线往右边，右边还没拍。来，最左边，我们稍微转一点点。好，我们再拍完这轮，就换广州进来单拍喽。好呀。来看正前方，3、2、1。好，右边。好，最后左边。好，这边。中间那边。我就会打手机开。好。再过来一点点，谢谢。好，不要期待。好，看好都有拍到哈。好，谢谢观众，欢迎。好，右边。我要怎么样？好，最后最左边。好，都有拍到吗？好，谢谢美丽。请他们稍微休息一下，就进行电子媒体联访喽。来，正前方。好，右边。好，最后左边。好，谢谢。